这就开始啦。对，作为游遍江苏四年来的主持人，对你来说，美的生活是什么呢？上班井井有条，下班自如随性，偶尔跟忙碌请个假，在山野间释放天性，看茶田竹海，烟波碧绿，嗅泥土芬芳，草木清新。在城市里游刃有余，看一看展，逛一逛市集，来一碗人间烟火，约一场环岛骑行。不必焦虑，世界太大，远方太远，城野之间，生活自在，美好自来。所以呢，你们又是怎么想的？